我都六十個位，嗱你邊個邊有人相信六十歲？所以我就研發咗一套好簡單，每日用20分鐘，就裏邊又有氣功啦，又有運動啦，又俾你即係拉筋啊各樣嘢，即係俾你會好舒適地、好簡單地、好慳時間地去完成咗一日嘅運動。第一，我哋練氣先，氣長命就長，係咪？第二個部分就筋長就命亦長，係咪？即係你拉筋鬆曬，你經絡你咪通咯。第三就話人未老腳先老，就要練腳。所以練腳咧，我哋咧就有個方法，由淺入深，俾你練腳，練到啲腳就咁樣坐，呢個屁股係圓通圓通嘅，嗱你坐到變咗你會係啦，好舒服地，你好似我你以為我挨住張凳，其實我呢度空噶，你過到我手噶，咁你就得啦。我同佢講嘢嗰時候，我都仲係講佢聽，已經你睇啲腳已經出曬，你打啲聲啲同平時人打啲聲係唔同，就係我哋就練到咁樣可以講到，去，所以呢個就話即我哋要無時無刻都要去俾自己一個訓練嘅狀態咯。譬如我喺飛機上邊，我都可以練功。我哋練個功就話，我哋首先我要練隻指力先啦，都得。你喺飛機上面，即係空間裏邊，你咪練呢啲指力。呢啲就係指力，指力十指連筋，呢啲末梢神經練得多呢啲咁樣，你啲神經都會刺激到你嘅身體，無時無刻你都可以喺任何環境裏邊都可以練，但係你要有個人去俾個鎖匙俾你開呢道門，開咗之後你要堅持，你就會見到光明。